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了之後呢，香港基本的治安呢已經逐漸回復正常，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履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做二十三條的立法。如果我進入了立法會，我將會大力推動，務求呢二十三條的立法在下一屆立法會的第一個年度會期是審議完畢完美地通過。